点四十九啊。对啊，我的闹钟是上学用的闹钟，所以是八点。用不着了。哇，今天天气跟昨天差很多。哎呀，我就说幸好他们有滑，不然就会觉得我们在骗人。还要推，不是很好滑吗？这样子。你先去缆车那边啊。我靠，我还要，我太低了。怎么办？我希望周围的路灯。我想说我坐在条条上、你不能坐在条条上、你要坐在条条跟条条中间啊、原来它不是用来隔人的，是用来隔脚架的。不是啊，隔人啊，隔人自己的脚架。我本来想象成只有三个那个条条，它不是让你对准裤裆的，这个才是三角形，才是对准裤裆。对啊对啊，我要说的就是这个。我以为三角形是只有三个。我是现在那个帽子有点拉太低，帽子戳在我的眼睛上，有点难过。目前为止，我的眼睛被弄低了。目前为止，我没有插电呢，待会到上面再插。嗯，可以。我有拍吗？有，3:47，满电。哇，今天风景漂亮哦。人家就是来看风景的，你不要再念了。昨天一没风景，二动不了。一直顺着念，顺着念，顺着念，气死我了！有什么好气的？因为我就跟你说，这里是我想要来，我一直跟你吵说我要去二世谷看看。我抱怨的是名过其实的这种感觉。不过现在照这个坡度看，我觉得好了，我错怪他了，是太粉，我是粉雪手，自己手，然后就一直骂，一直骂，一直骂。但是志贺高原最粉的时候，不是最粉的时候，雪很深的时候，我们也没考成这样。还是继续练。哦，还是会冷啊。一点点。我的脸又要冻僵了。
就是这个，所以就是平平的走过去。对啊，是我说他们这个的确更方便了，一拉就可以上去。小小缺点就是人多的时候可能，你知道我什么意思？就是换票排队的，但是我觉得平平的人就这么多而已。就是就我的估算，今天遇到的人。礼拜一之后遇到的人不会比今天多。嗯。那个几乎都坐满。那我等一下我们也要回去。嗯。哎。那也就是要跟他们讲，然后讲结果是一样。好。你要跟他们讲一声说，我们要上他们饭店前的缆车。先不用，我们先上去，然后拍个照。风吹，那个粉粉跑出来的。山还是戴帽子，今天看戴帽子的羊蹄山，我的眼睛被衣服压到，好难受。现在就变成一个正常的练习波，不用推。你看那个人，滑得很快。热身啊，热身波。这里本来就不用推啊，要推的不是这，要推的是登柱以后，因为它有点上坡。这段昨天就没有没有推，乱讲，这边没有。那上缆车也要推啊。那个啾啾声，啾啾啾啾。这里也有条路，你看那边左上方有人这样滑过来。真好，压过了不起。帮我插电哦，可是我自己应该可以插，你帮我检查就好了。然后我要去瞧我的脸，脸很冰，还有眼睛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どうも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还好，手还好没酸呢，只能哇哇叫哇哇叫，但是手没有酸。我这。我觉得就是从这里掉下去，因为看不见路，然后掉下去。那你昨天就下了这里吗？就掉下去啊，因为我看不见啊，然后东西掉下去啊。你说滑下去吗？就是滑滑滑，然后就突然断叉，然后就掉下去了。好，以叉电。我刚刚想到一件事要做，但是我现在又忘记了。我要做什么？我怎么知道你要做什么？奇怪，这个头这样子不会扭坏吗？啊？它这个这样不会扭坏吗？好，它开始亮灯了，可以。要拍张照吧？你挡在我前面，那我先帮你拍。既然你挡在我前面，我就帮你拍。已经算很漂亮了。啊？反正逆光，反正也不用看脸，什么都好。我太直了好不好？一二三，完蛋，我在动。
好，你检查一下，因为现在亮度不是你这样看不见，你也不知道会拍的怎么样。嗯。快点，没有人。不要管有没有人吗？怎样？这个有点。我会挡到他吗？你就等人滑走掉了。我说我会挡到山吗？完全不会。哦，好嘞。好了吗？感觉拍得乱乱的。是哦，那为什么不帮我拍好？因为我不能移动，我要把这个杖弄着才可以移动，因为它卡在我前面。那相机还我啊！你动不了。这很弱哎、欸，那我很弱，我现在杖放在这兒。而且我也忘了我刚刚想做什么事。好了，我现在可以动了。然后我照片拍坏。没关系啊，最后上面再拍。我们现在先冲去最后。不是，其实真的大逆光啊，完全看不到脸。本来就看不到。然后我的后面都是人，你不能等人走开一点再拍吗？这里还好，因为左边又有线又那个，我们赶快上去坐车。就不同，我到底不同角度都要拍一张嘛。我有帮他拍啊。啊？然后我的那个掉了，我要去捡回来。哎呦！然后走吧。哦，天气好哦，差很多哦。嗯。很漂亮哦。这边山很漂亮，
滑耶、欸、好了，你可以不要再骂他了吗？嗯，今天的那个我眼镜还是有一点点，还是我眼镜歪了。今天的绿线才是真绿线、嗯、昨天的绿线是推推线。好好好，不要再念了，有够杂的，要不一直念，一直骂，一直骂，一直骂。你承不承认你很杂粮？嗯，有乐趣啊。乐趣，我听得很那个啊。嗯、我本来的打算就是今天就是一直滑这里。所以现在可以不用了吗？啊？所以今天还是一直滑这里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去花园还是要爬、哦、上得了山吗？你说什么？上得了山吗？因为我没看今天开到多高哎、欸啊，其实一下台就知道了。一下来，如果正对面正前方那一个，再往山上。眼睛最左上角，它那个雾雾的，然后我又去用那边看东西，眼睛就会不舒服。嗯、我检查我的视角。我把眼镜推高一点。我的全部都 OK。真的胶吗？粘的怎么样？应该很好吧。其实它速干型啊，应该要很好。现在的唯一小小问题就是那个饮料卡在我的脚上，不过也没有很卡，好像有点按摩的效果。它的形状刚好跟两个球差不多。那你要帮他练柱状，但也不能压脊椎啊。球就是不能压脊椎啊。对啊，所以他感觉压了左右屁下腰屁股那边。东张西望看风景，还是这种树票？志贺都是这种树嘛，是不是？那个内侧那种，它雪道旁就长这样。内侧的？它雪道旁的树就长里面还有树叶的那种。那一般雪场的雪道旁长的是这种光秃秃的、叶子掉光的这种。嗯，对啊。嗯，对啊，我昨天没注意到。就只有我们旁边这边漂亮。圣诞树，我们连圣诞节都在这儿。我姐就说日本圣诞节到底有没有放假，应该是没有吧，好像没有，又不是什么假日，他们只是会过，但是他们只会买炸鸡而已。我老师也说炸鸡不一定买不到，他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，老师说他也不知道。有很多人推测是可能是先过的，跟台湾人也不大接触。母亲节要吃蛋糕，中秋节要吃烤肉。中秋烤肉是那个，后来说是那个万家香吗？对啊，烤肉酱，因为广告过做得够厉害，大家就觉得那个假日就是要做那件事。对啊，这就是一种成功的营销。我觉得你看这个缆车站，它在有开的状况下。一下车，它滑哪边？滑右边。会很卡，右边有一个算小黑的吧。它有算线吗？但是这里已经那个，反正这个缆车站没开，这个也是吧？你看这个。嗯，这到底是合法还是不合法的？合法吧？你看这有插棒棒、嗯，而且这里有写，未必合法。举个例子来说。那个也看起来很陡啊，左边这个看起来会很陡，还是我们那里就是要从这里下来？我没有要从这里下来，不是吗？不是，哦、不是啊、哦。不过上面有个人站在啊，那是人吧？是啊，两个人不知道，一个在树后面，可惜比较撑不住的在树后面。看起来比较撑不住，因为感觉一定是下面有比较厉害在等他、啊。对啊，这就是昨天一看觉得很恐怖，但是其实我们应该也玩过这种。他就是跟我以前不是很像吗？会一路你看吧，他就跟我以前一样，可能陡到会怕都不敢转弯啊。我真的是在白马，那个什么八方雾出来。往下也没那么可怕、啊，然后就往下去。他就这样下了，就是你看很弯，然后
身体你看是不是红裤子比较厉害，我就说身体往前攻，就这样下，就这样下，就红裤子比较厉害啊。嗯，他是等吗？不是吧，可是他们不是伙伴，不知道他是休息够了吧。其实会滑归会滑，但是这样很好奇，他身体往上仰，这个就是会一直往前冲的那一种，跟我们以前一样，也还好啊，因为要等到他停下来横冲，然后一段就觉得休息一下。其实在心理状况有准备好，心理上有准备好的状况下，一直维持着不快，他还是屁股在坐啊，跟我就跟我的姿势是一样的啊。我们就是要练，哎，还是他的脚是弯的那种，他那种鞋子啊，是不是？你说他可以折吗？不知道，你看可以折的话，他应该会更轻松。但是他就应该没有吧？因为我看他一脚就弯的。小动物的脚，确实这里是有。哎，不，这不是小动物，我说错了。是一个石头滚滚，一个雪，一个滚滚滚。那个是小动物，有的是小动物，有的是滚。小动物的那个就是这个是石头，这个是石头，这个、不是石头啦，就是雪块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看一下，现在看有没有正式的像。他们都是雪板的吗？啊？他们都是雪板的吗？哦，你这个其实也很那个哦，也很跳哦，这个很深呢、欸，啊，这很深呢、欸，这应该不是合法路线的，我觉得这里有人开啊，我说左边这条线有放开啊，框起来啦，这条线有放开啊，哦，所以是可以进去，然后这算是个 gate 吗？你看那个牌子 ，course 什么东西的看不到。所以这台缆车就够很厉害啦，可以拉很高。嗯，不过速度慢慢的。哦，好厉害哟、哦！我觉得一跳我就紧张，紧张就会滑倒，紧张就会用力，脚就很酸。我昨天在很雾的状况下，我也好像飞起来一样。好像那个时候，因为身体不会预设说。我要低，我离地的吓死，结果反而很顺利的就往下了，就是身体轻了一下，然后又回去了。但是现在应该又不能。哎呦，我看看，又是戴帽子的，戴贝雷帽的杨提升。是吗？对啊，今天是戴贝雷，你知道贝雷帽吗？知道。还有小画家那种帽嘛，对不对？你有小画家吗？不是，就小画家就是。画家吗？就小画家啊，就卡通的画家，不就小画家？是你家小画家 ，Window 也有个小画家。但是 Window 没有戴帽子。所以我刚刚确认了一下。啊。哎，这不就昨天温度计的？是啊。他看前几的，拿起来了吗？脚都踩着，然后起来，但我自己脚也踩着。那拿起来了吗？哦，舍不得啊，好舒服啊。先放松一下。对，谢谢温度计。
一下。哎呀，这飞鸭子好可怕啊！这都黑的。
我前面好了，因为我不知道他去哪里，我不知道他去哪里，你还是走前面好了，就一直往下滑就对了。好，这是阳明山，然后他刚死路死路的。走这边是不是？走那边。哪一边？右边，左边，昨天回家的路。我就是想停下来拍照啊。好，嗯，要你，不用停下来。但是，哎，就说，你有戴手套吗？里面？没，没风的话就还好吧。啊？你稍微往下侧滑一点点。你往下侧滑的时候，稍微往这边。前面吗？可以的，可以。这样很好。又一堆人了。而且他们都穿一样的衣服。啊？他们都穿一样的衣服。你说他们是一对的。好。啊，换你。你不要吗？像我手机就会磨脏了，手到手到脏的，嗯哼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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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要拖到这里面那一层才能拍得了相机。你刚刚人有完整吗？还是半身？我刚，我
有点忘了我直着拍还是拍。好，随便啊，一二三，然后直着好了，直着我也拍得下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好，随便。之后会更平吧。看一下，我检查一下你帮我拍的怎么样？你不要跑啊，这边又拍得很烂。那现在再换一只脚站。我只有用一个方向拍，我没有。以前我直的。对啊。哎呦，横哎横的是我帮你拍的。嗯，你要横的吗？转的。我自己拍一下风景。我也要拍一下风景。那你挡在我前面。下滑就好了。侧滑练习侧滑，我也要拍。就算不是你，还是有一个阿伯在下面。侧滑练习吗？不是啊，我不可能滑到他后面啊。你说什么？他跑了，他跑了。是阿伯在前面。好像这个人发一个。嗯，这时候觉得。那好，算了，我戴一只手套就好了。要用相机的话、啊，你的手会冷吗？刚刚山顶会冷啊。刚刚那里风很大会冷，但是这里又不会。对。所以只有那里会冷，但是那里拍过那个人，所以就不用。奇怪，我今天的脖围都去哪里了？我脖围明明围在脖子上，但刚刚一直过了风，我也不知道它在动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所以我决定戴一只手套，一只不戴，因为他是。我建议你都脱下来了。好了。飞到脚踝就快跑出来了啊！你的脚会抽筋？对啊，好恐怖哦！那你刚刚是站着不小心还是？我都不知道刚怎么了，就脚突然卡到了，然后我就摔倒了。好，没关系。然后我的脚整个就飞起来。天哪！就鞋子一拖到脚踝都快跑出来，我就说我鞋子其实有点太大了。这样很危险。但是也没有哎、欸，也没有，也没有松啊。那这样很危险呢、欸，就鞋子啊，就有点怕扭到脚了。不然就我们去过去的去买，你去那，我们去店家那里热水弄个合脚的。嗯，啊，刚有点吓一跳，我也不知道我刚怎么了。可是你抽出来，你是只有右脚会抽出来，还是左脚会抽出来，还是两脚都可以抽出来？好像左脚比较可以。可是理论上左脚比较大啊，可是理论上左脚比较大呢。我没有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哎
就下去了啦，下去就回原地了，就再坐上去。是啊，你要跟他们讲了没？可以啊，人家不知道已经滑到哪里去了。他们就在旁边。我好像刚一直在分心，就觉得我的口罩里好湿哦，然后在想事情，然后我就摔倒了。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，我就摔倒了。你要跟他们传讯息啊？看、啊，我就摔一个，哎呦，摔！然后脚差点飞出来，吓一跳。我觉得你讲这件事真的很恐怖。我以前穿本来就有鞋子都快掉了。我以为你可以靠近的。没有哎、欸。我们把脚板再锁更紧一点。你传了你就走了。对啊，传了就走了。骑得太早了，好轻哦，他们滑得好快，我都找不到。
就是跟之前差不多。真的吗？我有恢复了吗？就是，而且你的速度也没有慢下去啊。因为我们可能跑个两三下，你又会更都会更放开了，就更习惯。不能分心啊，滑雪要专心啊。你滑雪能想事情吗？我滑雪暂时的可以那个，暂时的可以怎样？可以跟跟拍。那个时候就是头脑是想着要对着你这样，然后身体要很棒。在忙，我刚刚差点就做了什么事，就要把棒棒掉下去。我也抓好，套在手套上，然后我又把手套抽下来。比较着重的是排汗，也好吧，还是冷，冷归冷，但是没有冷到说我要把它锁的死死。今天风这里也还好，风不大，只有刚那个地方风很大，所以我就只有那个帽戴帽子，但是戴了帽子之后。下缆车以后都来了24轮，不让
去别的雪场看看。不是我不让，那你要坐公车去啊？不是，跑过去啊，那跑回来啊？跑不过去吗？跑不过去啊！你说山顶没开就跑不过去？就那一个缆车没开啊，你要推过去也行、啊。能够滑过来的，滑过去的就只有靠山顶缆车。对啊。是哦。不然你走用推的啊，可以推过去啊。然后又没力气了。对啊，而且推了你也顶多去希尔顿那边。希尔顿是二还是四？一。从右往左数第三。右往左，那就是二。因为你那时候说我们这边是三跟四的话，那还是说他原来自己也有编号？没有，是你自己，我那在形容，就问你说花园算多少，你就说四，然后我们算三。他那现在又说嘛，都往那边当一。对啊，那边当一啊 ，Hilton 当一啊，那边当一啊，还是那边不是 Hilton， 那边 Hilton 左边当一。没有 ，Hilton 左边还有。啊，对啊，就 Hilton 左边当一。你头是忘记拆啊，你那个保护头忘记拆了。对啊，我知道。那到时候滑一滑就掉了，所以你应该要拆收口袋啊。没有就算了。那滑一滑就掉啦。就还是没掉。你就爱赌就对了。我不是爱赌。就滑一滑，就手机口袋那么多，随便收一个口袋里就好。每个都有用处啊。屁啦，这个裤子不是口袋很多吗？这裤子只有两个，口袋很多的是我没有买的三万的那个。嗯，那是吊带裤，吊带的地方有三个，吊带裤，然后下面有两个。上厕所就是肩带要拿掉，要放下来。我可能有拉链吧，还是你吊带裤没做拉链的？我不知道。我没想到这件事，幸好没吧。啊，然后看你穿在哪一层里啊，然后你还要把它放下来。吊带裤应该是不会做中间弄个拉链很难看。我不知道，应该会吧？应该也是前面有裤裆有。没有、欸，我就直接是套上去搭上去。那你腰怎么弄？没有腰啊。它是有点像围裙一样的那个两个套上去，正前面胸口还有一块布的那种吊带裤。刚刚摸过以后头很冷。就是与其说吊带裤比较像工作裤还是那种造型，不知道上厕所会不方便。对，你这样一讲，哦，真是好险。这个五次下午再来看看，要不要来这种地方？好跳，好跳！哈，真的。我们先整个上午都是这里，然后这一趟我们休息。休息啊！要休息啊！我们已经有一个小时半，那就要休息。还没呢，才
在这条雪道上的人应该是希尔顿过来。哪有，那边不是有吗？那边是那边，这边是这边，他不能走过去。他这样滑不过来吗？你要推一阵。这个这种高度你觉得过得去？我不知道哎。都一样高的。比较高啊，哪有比较高？右边跟左边一样高。屁啦，右边。右边比较高，右边绝对不高。右边哪真的真大？对啊，那边那边，它这个斜这样斜的啊，它是斜的，这样斜啊。好好好，那那到时候坐那边，你再你再，我们有机会坐到那边的时候，你再看你过去。做现在不用，现在在天气热，要让身体习惯。等会，我想把鞋子弄紧一点，我看能不能弄紧。哎，不行哎，我勾不到那个地方。哦，可以。算了，好像很紧。好了，把它都弄紧一点。你前面啊？好。哦，我现在身体往前，对不对？身体尽量往前，压鞋子。好。还有就是尽量下面那只脚，你摸三下的膝盖吧，试试看。
你过来就好啊。要我跟你吗？要吗？但我也跟不到了。真的吗？那我试试看啊。外侧的肉啊？你会用？对啊。你说我就有收紧的感觉吗？收什么收紧啊？你说用到是指？用到，用到。我是用哪一种力？对啊，但是它用到的程度比昨天是有点紧张之类的，今天是昨天比较累，自然的用，轻松吧。嗯，就是还是会用那里。我刚刚应该还是要用哪里的肉吧？啊，哪里的肌肉还是有多少用一下吧？都会用啊，只是我也搞不清楚。我现在开始是那个足弓内侧在酸。嗯。啊？啊？要不要休息啊？还很早哎、欸。就是，你看现在几点？现在大概才快十点啊！现在大概才十点吧。那就再滑一次休息。同样的路啊、哦，一模一样的路。为了放松，就是滑那么多天，加上可能就差不多只有在这附近，就安全为上。大腿啊，对，我就是会用它。用就用啊。啊，你说什么？你要说什么？我没有要说什么。下次啊。后面记得加速，看能不能冲到那个。很难。因为人很多。
起来，好重，重。脚全体重。对啊，自己的脚都抬不起来。这还快起来了。其实可以，现在喝一点。还是怎样？不要，现在太忙了。现在才能绑那个。其实我昨天呢、啊，这个就一直插进那个什么缆车站的那个。缆车站的那个铁丝网格、然后一直勾到，一直勾到，拔不起来，因为太大了。但是那时候都没被勾下去，所以我怀疑我现在能不能把它拔下来。你要卡太紧，你应该戴着手套弄。拔不起来，它好像结冰了。好，我不要再弄了，因为我刚刚觉得手有点痛。我就跟你讲，应该戴着手套弄。哦，你说戴着手套弄？废话。听不懂。但是。戴着手套弄，把它拔下来之后，变成抓不紧，变成塞不住。好，我试了，等一下休息再拔吧。对啊，在移动的缆车上做事情，很危险。我就想要学生们这样。哎，没了，今天的太阳要光了。我们两个不会分开，就先不要开那个好不好？我也没开。Zero 是吗？对，我也忘了开，昨天关了就把它没开了。对啊，我们俩都会在一起的话就不用了。昨天是一来不熟悉，雾太大。二来滑着滑着，人呢？但是今天比较不会那么慌张，但是我怀疑下午就会开始。你不觉得现在好看？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应该去一下上面，看一下风景。你说接下来看不到东西吗？对啊。好像这一次就去滑，不是很亏吗？其实现在好像就不行了。哦，快看不到了，已经看不到了，又快下雪，要死了。但太阳还在，太阳还在，了不起。又下雪了。好，现在上去有意义吗？已经下雪，你回头看，杨迪山已经要不见了，已经不见了。哎，这不见得，还好我早上有拍照。那还是说现在就是还是乖乖的去休息，往下滑，不要再往上坐了。就是现在坐跟休息完坐感觉差不多。来，二选一，我觉得都可以。你觉得呢？哎，那个上面搞不好有餐厅，但是我印象中啊，左边的这个雪道是 S 系列。S 系列的餐厅他都没开哦，但是刚刚那个缆车我不知道是不是 S 系列的缆车，如果不是的话，上面可能有个餐厅，那上去看看哈。对啊，就探路，搞不好可以休息，但是又不喝人家的东西，休息啊。开始下雪了，然后接着检查。有一个黏着，一个你也是有，你没有啊？你的有一个要下雨了，他们应该早就开始滑了吧？这里才忙着没时间理你了，他们准到了都还跑去夜滑了，应该是蛮拼的。不然的话就会变成每次我都来骗他们。而推不到，然后找到说很好啊，然后我说找到很好，他们出来了还是在推啊。小粉粉的山不是我们刚到第一天还是第二、第三天，不是也是大雪吗？大雪有没有？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从啊台风、我一直挣扎。你现在你就是看老天的决定，老天就还有，我们就去就对了，是吗？就今天晚上到，还订得到两个要同时成立，故意。给他严苛一点条件，条件一，王子还有这一个价钱，难管，而且我就是要住那边。为什么不要西馆？西馆因为我们不要去浴场洗。我们就是要住南馆，然后南馆又有缆车，很方便。那我们自己在房间泡就好了。啊？都可以啊。
带一块旧的菜瓜布，所以跟洗衣机。条件一，这个条件二，那个新干线的五折票还在。不是六五折吗？我后来看到有五折的，某一个时间，那个时间就是没有刚好接上的时间。举个例子来说，早上，例如说8:10有一台车去滋贺，那8:10的话，8点有个到的新干线，那个就满哦，那个就满，但是一定接得上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9:14也有一班，然后9点也有一个到。那个新干线的 e-ticket 的打折票也满，但是8:43有一班，然后那一班就还有5折，就是没接上的票就有5折。那我就觉得好啊，但那让我们轻轻松松慢慢的接上啊，然后又有5折，好冷哦。哪个部位？你像身上都是血。跟哦，身体呀、啊，很冷哎。我有手背的，因为我真的觉得那个中程怪怪的。你的中程？因为中程它的袖子用特殊材质，我折甲。你说？它那个特殊这个是陷进去的。我刚刚本来在判断说我不知道它是滑什么，但是我看到棒棒了，所以我在问它。对啊，因为很痛啊，也弄不起来。他是整个插，他插很深的，你妈可怜。是我的话，我的第一选择是先把它解不开，那个时候连按那个的力气都没有。而且我一向很少，我都是用脚去踩那个拖板的，我都不会用手，因为我手没力气。棒棒是用身体的力量。你就已经坐在那个状态，就有没有办法施力？那就没有身体的重量。好冷哦，我手臂超冷的，身体还好，手臂很冷。那开始怀疑这个不太耐，会不会穿 North Face 的那个粉红色那一层都比这个暖？还是下次出去我还放回穿粉红色那一层？可是这个不是贵贵的吗？这个还好，会贵。其实那时候买衣服都还好，贵的是外套。那完全看不到了。一日数遍，完全看不到了。如果我们真的要，我那时候看到有人在约。